生日快樂 ，B B！ 人慶祝生日，你慶祝生日，有買生日蛋糕咁冇創意啊！你個人，你個蛋糕唔係買翻嚟嘅，你變出嚟嘅，最晚個同我差唔多款，不過白色嘅，仲老土。誒，你唔好理，生日快樂，我唱先。恭祝你福壽與天齊，慶賀你生辰快樂，年都有今日，歲歲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 多謝你哋幫我慶祝生日啊！不過點解阿攝個蛋糕嗰支蠟燭越燒就越短 ，JJ 嗰支就乜都冇喐過嘅？哇！你嗰個蛋糕新出㗎，滴蠟蛋糕啊！啲蠟燭咁快用嘅？你唔好玩啦！你咪換咗支蠟燭咋？邊有可能燒蠟燭唔滴蠟先得㗎？梗係冇啦，不過我啲嘢使過做一少少手腳嘅。 其實咧喺你點蠟燭之前咧，將支蠟燭咧放落冰格，因為咧佢個冰點咧比較低啲，咁就睇落去咧就冇咁快溶易溶噶啦。喂，點啊？你殺人啊？兇案現場咁樣，見到你或者見到佢咁都唔開胃啦。咁蛋糕有 cream 噶嘛？有 cream 梗係會整到周圍都係噶啦，係咪先？咁叻你切啦。誒，唔需要。 你屋就有把刀就得噶啦咩？都要有啲準備噶嘛。其實好簡單，喺每一次切蛋糕之前咧，只要將個鋼刀浸喺熱水入邊，咁鋼刀上面嘅熱力啦，就會將蛋糕入邊嘅油分同埋 cream 啦融化，咁切出嚟嘅蛋糕啦就會靚靚噶啦。